还是讲语言的艺术着重在说，对呀、反映人们的心智，没错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个叫做说一无二。哦，什么叫做说一无二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带有一个一字，但不能说出二字。哦，只能有一不能说二。对，谁要说出二字来，谁就得受罚。啊，还得罚呀？没错。怎么个罚法？这样，我要是说出二字来，我就在这舞台上给大家跳一段钢管舞。好，我要说出二字来，怎么样？我就用我的屁股写出佩服你三个字。哦，佩服你，哎呀，你还可以用你的屁股写字。哎，你放心，你是没机会看到的。先别急，我们这里要求还得严格。哦，怎么个严格法？不仅是二，什么两两个，我们两两两两，三点点就算输。啊，连俩都不许说呀。对，好吧。不行。可以。确定？没问题。那我们一言为定。马上就说，我第一个说，那我就第二。等你说完了，我再说。还没开始就上当，太危险了。不要，我们开始。放马过来。我是一名学生，我这里有一字。啊？一。哦，有一。我是一位老师，我这也有个一字。行，我有台电脑。我有一台。别胡说，我每天都爱护我的电脑，把它擦一擦。我每天都爱护我的摩托车，把它洗一洗。我把我的电脑擦的是一干二。什么？咦，这什么话呀？怎么的？什么叫做一干一净啊？这不就是一根儿？这个地，还是个底呀？这个不就是？我不认识。你也太坑人了吧！连这个底都不认识。那么照你说就是底呀？一块钱当成两块钱，你自己也说了，我不打零钱，你骗。
对。